万万没想到，终局大 boss 竟然是未来的自己。虽然不知道未来的自己经历了些什么，但是现在的我一定会阻止你。这些曾经的对手都已经成为我现在的小弟，给我变身！大战即将拉开帷幕，一次只能选择一个出招，预判对手出招再选择应对招数。弱攻击、屏障、强攻击，要使用得当才能相互制衡。视为一记强攻，就你还想打败现在的我吗？